来加班了。卡车一趟要5小时，所以来回要10小时哈，所以我们南麻乡乡的农民真的是非常辛苦啊，非常辛苦。那他们这样子非常辛苦的种植，那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田室啊，非常漂亮啊。但是最近的话真的是也蛮难过的，这么收成时期，但是没有游客上去啊，没有游客上山啊，他们就没有消，这个就没有消费啊，就没有地方卖哈。我想买10包。哦，十包两包的，啊，全部偌济哦，一斤哦，一斤哦，来来，我讲无济无，哎，三包啊，你看我田鼠吼，安尼只青就当食，吼，只青就当食咧，很脆。很甜哈，哇！这甜度干型功比多25度。这个如果说很甜的话，很甜，在23、24。哦，甜度在23、24哈，哇！而且最好吃的地方，哇！赞，开始好吃。哇！赞赞。哇，好吃啊！300块，都切就甜点点哈，啊，先生对不对？有切无？有甜无？赞啊！好吃啊！好吃。好干包点哦，要见着哇，来三包一样好，来我这边这边来去家去家边吃吃好吃没来，这鸡肉真的好吃，这十几年前哦，一粒日本进口的也是一粒100几块嘞，咱真正有够俗的，有够好吃，搁真正好吃，赞哇！南麻乡的柿子真的跟一般的平地柿子不一样，又脆又甜，但你吃起来觉得说有山上那个很自然的空气的味道。这种鸡啊，本来我最爱吃，我以前进去那鸡这吼，真好吃，但是因为口感无输中部，无输岛南啊、石冈啊遐的，属实吼，无在水那最好发展的迄个所在。所以讲三明乡属实是一个最好说发展最好、最个最好的所在啦。这款这边哦，哎，农民足高义啦，这300块一超手值呢。来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真的，县长很有心在帮助我们，帮我们的忙啊！我们对今后我们更有信心的去做好明年的工作，也希望说要更大、更漂亮、更甜。